其实马来西亚还有另外一位帅哥鸡童也是在黄凡寺里。其实我看到 Sack 的灵魂是在看到在哪里？什么东西？突然给他们送到我的眼这里。这里为什么会这样？假死啊，让我。是啊。对啊。哇，真是送到很痛哎。这里有一个声音一直给我加持，我问我是谁哎。感应一下。啊，我知道谁。谁给你加持？谁敲你？就是这个好像有黄光，后面那个白胡子。是谁啊？我不知道，我要问 Andrew 呢。太上老君。祖师爷，难得他，你就要给我加持 ，Thank you。这里这么多神，都要先经过他，就你要先问他，然后圣杯过后才可以。是他教的，他传授的。谢谢。我现在整个人都很热，因为能量太大了。然后我是可以感觉到，就是我的头一直在麻和。他们一直好像给东西我，我想来完这里啊，就没事了，回去是了，就是了。Thank you。地府，这个是地藏王菩萨，这个是女王大帝。地府里面最大的吗？不一定，但我们这边的话是以他为首。他其实是太乙救苦天尊的化身。因为我是有做问米这些，所以我经常要进地府就找人嘛，然后我会经过一些官员，可是我不知道里面有谁，所以我每次见到我不懂他们是谁。这样你可能比较常见到是大爷二爷，这是大爷伯做棺材的，还有另外一位二爷伯。对，因为下面不是有很多棺材这些，然后就是我要先去找他们才可以找那个灵魂。他们会带你去。我只是在我的这个通灵的过程里面见过他们，我没有看过他们的这个神像。对，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就很新鲜。他们会化成另外一个我比较能够接受的样子，而不是叫爹应该。就不是这么隆重的，就可能他们比较蝙蝠之类的。对，这里有什么特别的感应吗？在营殿这里跟外面那边感觉蛮好的，跟我平时去游历地府是一样的感觉，就是暗暗这样子哦。然后这样去里面就是会有一些类似官员，我叫他们官员。对啊，其实他们就是官员。就是左上那个在他旁边的是什么？拿着旗的。这个是他的随从左右护。五金库。你见过？对，就是这样，差不多这个是叫阴差吗？如果讲鬼差的话，应该是大二爷。那是来帮我们接那些灵体下去的，不是大二爷伯了？也有可能是孝子爷。白色的。引入哪一个灯笼的？咦，很可能哎。是啊，你看他们来的时候有拿灯笼吗？没有，这样。古老啊，就是他们画画给我看的样子。Fashion 的。对。有讲哦，其实三彩爷在的时候就有跟着一些小仙童，三彩爷的六个小仙童左右这样，对。然后他们穿着有点类似这个 statue， 可是 not exactly。你可以感受到很多不同的东西都一起来了，是吗？有一些是管住这样奇怪，其实都一样。是因为以前我是观音子，后来就越跳越久就开。我们上桶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控制那个眼睛开始关。没有办法控制，就自然。所以我们就是他要开就开，他要关就关。有些人也是问我们开着是不是心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了。这所以都是处于在昏迷的状态。其实我看到 Sack 的灵魂是在看到在哪里？他还是有在他的身体，可是就是他好像
在意识上，他另外一个赛已经可能在左脑这样子，就右脑是其实是在意识里面，可是他现在就是在才在冬眠这样的状态，在睡觉。这样为什么懂那人跳童的时候，就是偶尔他们不是要怕哦，穿一些那些什么这些，然后他们没有知觉，然后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意识已经被催眠，类似这样子的东西。然后 Alicia 刚才有讲哦，在入灵的时候，他是从、就是、从上面这里啊，对，然后就是这一边到这个地方，应该是脑的中间，所以你就看到就红色的灵球，就是这样子从这边进来的，差不多就进到去你的这个中间。哦 ，OK。然后它其实它不是整个在身上，不是完全 sing with the body， that's just part of this way。Yes, mostly on the head, like in your mind. 因为这些都是通过 mind connect。不要露一个头出来。他会听到我讲话吗？你不会还要喝奶？很可爱，他刚才嘟嘟嘴，他讲他想要奶，然后他们就跟他讲，等一下看完你先做东西。你不要看他们是小小，其实他们在上面是很大组的。你要我去换另外一个给你，你给我先吧。不是我的手。转。我要转呢。放在要转这样子、啊。我可以涂在你的脸吗？我可以涂在你的脸吗？要转转转。跟屁股过。那一年可爱哎、欸，你先呢？因为天亮有点多，所以我们后台就会再好一个。吃了保平安。Alicia 也拿糖果，你看。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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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过去了，三彩鱼再给我多一个了，然后两星星我已经有了，然后他又再给我多一个，我觉得他这样多，还要给你三个。这个大大，耶！来做三彩鱼，等一下我们。咦？咦？这不可以，这好吃哎，三彩鱼。他没有要做，他没有要做，他要做没有？他没有要做。刚才撩摇了啊，不可以去压桌子。三彩爷开心吗？哇！可以吗？你穿高的。放在一起了。可以吗？玩。哎呀！你要拿住啊！哇！在此，在此，恭祝，恭祝黄凡士，黄凡士，玉皇太子，玉皇太子，殿下主庭，殿下主庭，善财爷，善财爷，保诞千秋，保诞千秋，圣寿无疆，圣寿无疆，庇佑众位善信门，庇佑众位善信门，嘿啊，嘿啊，嗡啊，嗡啊，快啦，快啦，嘿啊，嘿啊。
小心。我不要玩，很怕，我怕。跟你啊，跟谁啊？我跟你表演。好开心哦，三台爷。时候，其实我看到的是金色的。为什么还要把梅拉车要换九下？九是一个 I mean angel number， 从西方的这个角度来看 ，nine is like a divine number， 就是你会得到上面的一个起伏，这样 divine energy 这样子。阿斌在我生日的时候是这样子讲，我不懂他是个是不是要表达谢意的意思。九是一个吉祥的 number。Yeah, even in the Western as well, numerology, nine is a very divine number. You know, you receive energy from above. 刚才他不是有就是洒水的那一个环节，就是那个水滴在我的身上，我是可以感觉到，就有一个能量进入我的身体。太好了，我很需要这个能量。对，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 hyper 了。其实我一进来开始就被加持，从太上老君那边开那个 point 开始就一直被加持。然后我现在，其实我昨天睡了四小时，还蛮累的。可是我一来到这里就好 hyper， 对。然后他在加持那个花水的时候，其实里面在前面那一段已经有能量自入进去了。哦，所以神明的这些花水起伏的仪式是真的有一些它有真的是有能量进去的，就可能那股能量是没有颜色，就是一刀气。我这一天其实我的状态都很不好 ，Alicia 知道。对。我只要一每天晚上到傍晚过后，我就整个人废掉了。然后现在你看我状态是很好啦。对对，刚才我一来的时候问你 OK 吗？你还没有吃这些，我又很担心你会晕倒哎。不过现在我状态是很舒服，就是 normal 咯。哎，你没有讲，我都没有意识到，因为我其实对我看你好像有点还蛮舒服的，嗯。我是一直被夹持啊，我是觉得好爽啊，因为今天终于不用我自己去清理了，就可以直接。他们每一个 step 都代表一个意思的，可以讲去过上面看那些仙女啊什么的，
他们跳舞的时候，其实他每个山都有一个意思要表达，就是我不知道熟道教的东西，可能会讲错哈。然后我只是从我的感觉来说的话，他们做这个的时候就是他们在用法，所以他们就会有这个 step 这样子。他在打鼓的时候，我会感受到我要这样子 move， 就是他那个鼓在号召我要怎样做这个动作。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第一次看。是，然后其实之前那个一举法师的那一集哦，他也是有讲到走这个，好像叫什么走钢步，我没有错的话啦，如果我讲错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一下。他这个是很自然的，他在里面的时候哦，我不懂，还是我幻觉还是什么，就我看到他的脚那边有光那样子的，很好笑耶。 Alicia 还会讲，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一个通灵师，资深的通灵师，还会，那我觉得对 Alicia 这一点很好，因为还一直会在，因为他会用自我证明，对对对，自我证明，这一点我觉得很好。你们都懂了，我从西方回来就。道教这个东西我不可能知道，是，可是通过我这个直觉我大概懂他在做什么。对，哇，真的是排到去后面的，哇，真的，我觉得上台也是很不简单哦，很累一下。我还是蛮佩服那种跳机的人，我身为一个通灵师，我知道有多辛苦，跳机是 another level 的辛苦，因为那个神明的能量是很大的。我是感觉到我是这个身体，我的体质是承受不了。Alicia 很开心。帮你拿着 ，OK。大家，谢谢三彩爷一直在保佑众生，谢谢你。不客气呀。好的，谢谢你。哇！辛苦你了。不要走，让你们到最后的礼物要送你。三彩爷，我很好奇三彩爷说叫我留到最后，他只要东西给我。你懂，刚才他在念咒的时候，我的他不是放在那边，然后念的，我的是这个手碰，就是有能量进去里面，然后我就收到了，谢谢。这里没有花。行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龙还没有做完的龙，还没有做完的龙。这是苍蝇吗？对，是苍蝇。镜子都给你瞄到了，没看到。大苍蝇，大苍蝇。你的手很臭吗？这个是我的小宠物来的。这个没来，今天也是他的大，今天也是他们大日子啊！啊，那是玩具哎。好了吗？行了，可以了。谢谢三彩爷。还不在哦，还不在，你们腰不在哦。好了，恭送三彩爷，恭送三彩爷。三彩爷的玩具那些记得拿，够吗？一样而已。车车嘞？那个不会玩，那个在推而已啊。
我去买那个。这个就是那糖果来的，甜甜的。这个是沙吗？不是，这是糖果。东方三神爷。起来了哦，加油！加油！后面的老板来了，你后面的啦，后面。哦，太辛苦了，辛苦了噻，辛苦了。谢谢，谢谢。拍手。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肚子饿，会不会晕还是累喘？我要给哥哥玩看看。你好，就是饿哈。就可以送给我们的网红，他是我们的网红，你知道吗？张彩爷，小小网，男的有网，他也是要怪里面出来，要怪里面出来，要怪里面每个人都能吃。这个网，这是一那个龙鳞的。为什么你要送给我？为什么你要送给我？我需要，谢谢你。这个房子平平安安，舒舒服服。
谢谢三彩爷。工作也顺顺利利，身体健康也要照顾好。谢谢三彩爷。三彩爷讲了，你还是做啊。我身体最近都不太好，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发生，我不懂我要接下来怎么办。不方便说的下去吧。有神明说我快了，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我又一直在怀疑自己，然后也很害怕，不懂接下来怎样。顺便去洗个澡，千岁姐姐，干嘛的小回来？先稳住心，稳住心。有听到吗？找个归宿，缘分到了，找个归宿。什么归宿是什么意思？我已经结婚了。归宿不是那个归宿，归宿，归宿，归宿。找个地方，归归，找个地方，归归，归归。有点明白，不好意思，归归归。可能是会回归，你原本该做的事。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我所以身材叫你顺其自然。是，叫你不要多想。你自然心里有个地方想去。你遇到了，你自然有一个地方想去。那个地方就是你想要待的地方，你想要让你成长的地方，就跟着你的心去就对了。刚才两个都是给他的啊，都是给他本身人的啊，不是给他的另外一半人。大花花不在，所以这个都是他的啊，没有大花花的啊。来，你自己收好吧。想给大花花啊。谢谢上彩爷，还是说我拿给他这其中一个吗？这两个是，哦，这两个是我的，谢谢。下次有机会，下次有机会才见到花花。好，谢谢上彩爷，今天辛苦了。好，来。还有一个来 ，Alicia 吗？谢谢你，我吗？是吗 ？Alicia， 是我吗？所以是你，哦，你有东西送我，谢谢。刚才你今天开心吗？你懂吗？我是第一次看别人跳几重这种。等一下啊，还在加时。这个特别适合你。好的，谢谢。我找呢。生活当中。什么？你的生活当中很容易被干扰。你的生活当中很容易被干扰。对。这个坏人当道，下太好了，你太了解我了，谢谢。我真的需要一个这样子的法宝，下就是可以把他们驱走，对吗？也不是全部都有恶意呀，不是全部都有恶意哦。我明白，谢谢。他也有一些跟着也没差，但如果他想要打扰你。这个会挡住他。
就是会上上上，我们要打倒坏人。嗯，我会的，谢谢你，很高兴今天第一次认识你，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跳空，非常感谢这次的经验。答应那些吗？要加持吗 ？Thank you, thank you。要加持不跑了。不然上台还要办另外一个事啊！哦，谢谢的 ，Thank you。谢谢。你有两位有什么合作的？好，这里让我要按下一个。过炉九圈。对，顺时针吗？对，谢谢。还看不够？可以加入我的频道会员，观看完整无剪辑的善财爷宝蛋的画面哦。整个他现在的那个小台的动态，他其实是很小，很想玩耍的。他很想要玩耍，很想要去放松，可是他还是很努力定责的去做。对，我有听到刚才他不想，他想要玩耍，然后他们就想你先做工先啊，等一下才玩啊，这样子。